主料，粉丝150克，瘦肉100克，虾米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鸡精、大蒜、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瘦肉起净后剁成肉末，沙多放少许植物油，爆香姜丝、蒜泥，把肉末倒入翻炒，翻炒至肉末变白，加入之前洗净泡发好的虾米继续翻炒，淋适量的生抽，加入2碗开水，把粉丝放入砂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改小火煮8分钟，待砂锅中的粉丝变白，加入适量的盐，加少许的鸡精，淋适量生抽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粉丝不用泡发的，如果泡过的话再在砂锅煮就太烂了，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